新港中心运动公园的垒球场部分的围篱因为生鲜严重出现断气的状况，官员赖清美接到民众陈情，会同管护教处人员前往会勘。新港公所接到通知，嘛紧急来修复这生鲜的围篱，提醒民众的运动安全。新港中心运动公园垒球场的围篱凝固失修，部分的枝架生鲜断气。关于完接到民众陈情，特别邀集管护教育处人员前往会勘。中心吼垒球场这边吼，因为年久失修嘛，二十年啊啦吼啊，感谢那个公所吼，看到说已经倒塌了，赶快立即性的给伊修理好啊呢，然后啊，相信说有修理好，对用路的用使用的单位啦吼啊，为家来运动的人嘛较安全啊呢啦，啊，咱看到讲吼边啊遐吼一挂嘛是拢有腐蚀啊吼啊，提醒讲大家要过时的时候嘛爱小心啦吼。啊，希望讲咱的相关单位吼，会看看有法度去做一下计划书，咱甲体育署讨一寡钱来吼。毕竟咱这是风头水尾吼，啊，一只运动的人嘛足多吼，啊，这二十年啊嘛拢是烂去啊吼，看会当讨一笔的经费吼，甲这砖全部换新的吼。从咱那科长讲的，如果可以用到那个水泥柱啊，啊，就一劳永逸吼。后工就袂从这吼钢管弄个腐蚀安尼吼。新港公所接到通报，也马上修好有危险性的断气支架，而且重新用按摩托来固定，完善运动设备，提升使用安全。台中华新闻叶宏武，新港采访报道。